要说到 FPS 类型的游戏，大家会想到哪些优秀的作品呢？战地、使命召唤还是 CSGO？ 那么我再问一个问题，各位接触的第一款 FPS 游戏是啥？你们的回答是什么？我现在肯定是不清楚的。但对于我来说，半条命系列给我的童年带来了快乐。本期视频的主角自然就是该系列了。我不是游戏的开发者，但却是历史的见证者。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述一下半条命系列的发展史吧。自然，说游戏前肯定要简单介绍一下开发商威慑了。1996年，非常喜爱游戏的加布纽维尔和自己的朋友从微软离职，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公司 Valve， 从此便开始了他们的游戏生涯。因为创始人基胖非常喜欢一款第一人称射击游戏《毁灭战士》，所以威慑的第一款游戏也选择了 FPS 类型游戏。只不过这款游戏的诞生，未来将会改变整个 FPS 类型的游戏。在上世纪90年代初， ID Software 发行了游戏《德军总部 3D》，这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因为该作算是第一次把 FPS 类型游戏带入到玩家们的视线里，并且 3D 场景、2D 人物这种设定让很多人耳目一新。从此，很多 FPS 游戏都选择采用了这种模式，并且不断的优化改进，于是诞生了像《毁灭战士》、《毁灭公爵》、《雷神之锤》等一系列佳作。这些作品让玩家们第一次感受到了 FPS 游戏的魅力，以前他们从来不会想到，啊，游戏原来还可以这样玩，游戏里居然能体验到射击的刺激感。同样，我们的主角半条命也是诞生在那个 FPS 游戏百家争鸣的时代，因为基胖在微软时期负责移植过《毁灭战士95》，所以说他对 ID Software 的引擎非常感兴趣。于是乎，威慑与 ID Software 协商，获得了该公司最新的雷神之锤引擎的使用权。为了让自己制作出的游戏效果更好，威慑又对该引擎不断的改良，修改了差不多 70% 的代码，完成了公司的第一个引擎晶圆引擎。它保留了雷神之锤引擎的优点，又不断的优化其图形模块，使它的 3D 效果更加优秀。拥有了一个优秀的游戏引擎，相当于拥有了一个完美的骨架，接下来就需要把游戏与引擎相结合。威慑开始了代号为 Quiver 的项目，后来基胖给出了建议，项目便更名为 Half-Life，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半条命。至于为什么改成了这个名字，基胖在几年后的一次采访中透露，因为该名称有相应的视觉符号，那就是希腊字母 Lambda， 代表着半衰期方程中的衰变常数，可以与名字一语双关，也更加映衬了游戏的科幻主题。半条命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97年的 E3 展上，威慑主要展示了游戏的画面和 AI，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雷神之锤的影子，但是画面要好很多，虽说和正式版还差一大截，但整体的框架已经几乎完成了。这次展示引发了业界巨大的反响，很多玩家都非常看好这款游戏。同年8月，威慑联系上了科幻作家马克·莱德劳，希望他能负责游戏角色、剧情和关卡的设定。正当玩家们期待年底游戏正式发售时，基胖却认为本作存在着很多缺点，又花了一年的时间对内容进行了细节上的修改，同时也不断地完善晶圆引擎，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本作的调整和优化。经历了几次跳票后，半条命一终于在1998年11月9日正式发售。威慑没有让玩家们失望，游戏凭借其高质量获得销量与口碑的双赢。与当时的主流 FPS 游戏不同，半条命一拥有大量的 NPC 语音对话和场景互动，并且由一条完整的主线来串联起游戏的剧情，改变了玩家们对 FPS 游戏单纯突突突的刻板印象，为之后 FPS 游戏的发展指引了一条新的道路。剧情的表现方式也很独特，威慑没有采用过场动画来表现，而是将剧情通过脚本直接融入到游戏之中，并且主角说话时也没有声音，让玩家全程沉浸式体验。为了让全球的玩家无障碍理解剧情，NPC 的对话还有多种语言的配音，中文也不例外，这真的非常难得。很快，半条命一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并且获得了数十个年度 PC 游戏奖项，续作的开发和移植就成了当务之急。威慑联系上了 Gearbox， 希望他们能够协助将本作移植到 PS2 平台上，并且对图形进行了优化。PS2 版中还疑似残留了高清包的贴图和模型。
在移植的过程中，机设还在 PC 平台上开发出了《半条命一》的第一个资料片《半条命针锋相对》。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针锋相对》是《半条命一》里最成功的 DLC， 本作在玩法上有很大的提升。因为玩家们扮演的是 HECU 的士兵，所以说经常会遇见一些被抛弃了的士兵们，他们比前作只会用手枪的保安强太多了。因为他们分了几个兵种，有医务兵啊，拿手枪的普通兵啊，拿霰弹枪的啊，和拿轻机枪的，所以说花样也多了很多。然后呢，之外还新增了很多武器，比如说扳手啊、轻机枪啊，还有新的外星武器等等。遇到了敌人也多了起来，被猎头蟹击沉的僵尸模型多了几个，并且机设还新增了刃星以外的 X 种族的外星生物。一代里出现的黑衣组织也新增了男性成员，当然这也就使得游戏的剧情与威慑的有些出入，许多机设原创的设定在后续的作品里不得不被遗弃。在机设负责将半条命一移植到世嘉 DC 的过程中，还曾考虑过为该平台制作一款独占的资料片《半条命蓝色行动》，由于世嘉 DC 太不给力了，主机大 boss， 机设几乎已经移植好的一代作品以及蓝色行动资料片在最后时刻也选择了取消发售。 DC 平台的版本现在也被泄露在了互联网上，随后一代的高清材质包和蓝色行动选择了在 PC 平台上发售。这部资料片比起针锋相对来说就差太多了，主要就是因为原计划只是作为 DC 平台上的一个试水作，所以整体就收敛了很多，没有机设的原创内容出现，剧情流程也变短了，整体的游玩体验和原版半条命一差不多，只不过全程少了很多大场面，惊险刺激的 BOSS 战没有了，甚至游戏最后也只是 HECU 士兵的简单对抗，没有啥亮点。但本作也不是完全没有优点的，比如说他从保安巴尼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黑山事件的另一面，相当于对剧情上有所补充。由于本作世界观变动不大，所以威慑承认了本作的剧情，并且让主角巴尼在随后的二代里作为配角人物登场。最鲜为人知的资料片则是半条命衰变了，和前两部资料片一样，本作也是由机设负责制作，只不过是 PS2 的独占作品，也是半条命系列唯一一部没有官方 PC 的作品。本作也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模式，那就是利用 PS2 双手柄的操作功能来实现本地同屏面连。本作玩家们扮演的是戈登的两位女同事克罗斯博士和格林博士，即使前作没有正面提及他们，但玩家们仍可以在训练关卡里看见格林博士的虚拟人像，蓝色行动里也可以通过监控来看见他运送样本。在衰变里，他们的任务与半条命一代的主线剧情环环相扣，两位博士做出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协助戈登·弗里曼。剧情上算是对一代本片的补充说明，比如解释了 HECU 是如何来到黑山基地的，戈登发射火箭又是谁准备的等等。同时本作新增的角色凯勒博士也不断地给玩家们解释这次事件的一些细节。与前面几部单人游玩的半条命作品不同，衰变的剧情任务是专门为多人游玩而设计的，即使玩家也能一个人来回切换角色，但游戏内并不能加入 AI 队友，所以在某些关卡里必须要双人合作才能完成解谜和通关。衰变还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它的任务不像前作那样一条线从头串联到尾，而是分开的九个单独的任务，每次任务结束时还会有关卡评级系统，因此本作也没有了自动存档点，如果其中一名角色死亡，该任务也就需要从头再来。该作在 PS2 上发售之后获得了大量好评，机设也尽快制作出了本作的 PC 移植版，可惜因为不知道双人合作在 PC 上应该如何操作，最终取消了 PC 版的发售，因此大部分半条命系列的粉丝就没有了在 PC 上通关本作的机会。直到了2008年，本作才被一个粉丝团体移植到了 PC 平台上，才让更多的玩家体验到半条命衰变的独特之处。半条命系列受欢迎的原因还有许多 modder 们的功劳，金元引擎是一个开源引擎，所以对于 mod 的制作非常友好，于是一些粉丝便制作了很多优秀的模组，玩家们的想象力充分地展现在他们制作的模组里，
比如说添加新的地图啊，新的武器，新的敌人，新的剧情等等，不断地丰富了半条命的玩法，使他们对于该系列一直保持着新鲜感。哪怕是到了如今的2021年，还是有 modder 们给半条命一做新的模组。当然，威慑也非常重视与 modder 们的关系，一些优秀的民间模组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比如军团要塞、反恐精英等作品得到了威慑的官方支持，最后也被收购成为了威慑旗下的新游戏作品。这些 modder 也因此加入了威慑，拥有了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技术支持来完成自己的梦想。其中反恐精英系列就值得简单说一下，它很好地利用了半条命的联机功能，并且拓展了多种在线玩法，只不过可玩地图较少。在威慑收购之后，专门聘请了关卡地图设计师，让该游戏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为之后同类在线 FPS 对战游戏提供了新的思路，经典的模式放到现在也不会过时。跨越了时代的大门，全面 3D 化的游戏越来越多，画面也不断的进步，威慑也发现了晶圆引擎的问题，于是准备开发一款新的引擎来逐渐取代这个已经和时代脱节了的引擎。起初威慑想的很简单，就是单纯的再修改一下晶圆引擎，融入一些新的技术就行了，结果这个想法压根行不通，于是乎只好从头开始编写引擎代码。起源引擎的开发过程是缓慢的，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对其细节进行修改，这也就是半条命一资料片选择了外包而并非由威慑制作的原因之一。威慑在起源引擎上付出了很多，为了让引擎拥有更优秀的物理效果，他们采用了著名的哈沃克物理引擎，并且起源引擎能通过高动态渲染来使画面效果大幅度提升，人物的面部表情也更加真实， AI 也大幅度提升， NPC 能够根据环境情况来判断其下一步的行动轨迹。同时起源引擎的优化也是非常不错的，即使配置不怎么样的电脑也能较为流畅的运行起源引擎制作的游戏。在起源引擎基本完成后，威慑决定把半条命一塞进去做实验，于是乎诞生了半条命起源。总的来说表现并不是很好，因为半条命一起初是根据晶圆引擎的特点打造的，即使起源引擎再强大，半条命起源的物理效果和水面反射再优秀，但这种硬套模板也肯定好不到哪里去。比如说本作跑起步来就跟溜冰一样，是滑的，枪的射击精度也差了很多，同时还有许多影响正常流程的 bug 存在。上时代那种粗劣的 3D 建模、粗糙的材质和次时代强大的光影缝合在一起，特别违和。所以说，该作也是威慑为数不多评价褒贬不一的作品。真正能够展现出起源引擎强大的作品是《半条命二》。其实早在1999年，威慑就开始策划《半条命二》，编剧们简单地构思了本作的剧情，初步地把游戏地点定为了东欧的某个城市。这时候起源引擎的开发也才刚起步，到了2001年，吉胖开始专注于 Steam 平台的建设，并让半条命二制作团队脱离了自己的监管，自主设计和开发本作。2002年时，他们把半条命二制作的好的第一个预告片给吉胖看，结果他不为所动，因为本作还需要时间来打磨，直到当年年底才得到了吉胖的肯定，他们便开始为次年的E3做准备，并预计在2003年底完工发售。2003年2月，威慑宣布本作将会在当年的9月30日之前完成，同时也公布了将会在 E3 上展示的消息。5月，预告片在 E3 上展出后广受好评，所有人都期待着这款神作在年底准时发售。可是到了7月底，威慑的员工认为在剩下短短的2个月时间里不可能完成制作，但官方的声明却依旧没有变，直到预定发售日的前一周，威慑才宣布本作正式跳票。一下子玩家们的圈子炸开了锅，人人都对威慑这个跳票行为感到不满，甚至有极端粉丝想黑入威慑的网络，这就引发了游戏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泄露事件。2003年10月2日，半条命二所有的源代码被一名黑客打包公布在了互联网上，起初玩家们还在怀疑其真实性，不断地通过邮件询问吉胖，当他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
该资源的下载量已经超过了百万，这对威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游戏源代码的泄露意味着四年间的心血全部化为泡影。随后，机胖立即发表声明，希望玩家们协助找到这一切的幕后黑手。10月4日，游戏引擎源代码泄露。又过了三天，到了10月7日，威慑用来测试引擎的半条命起源也泄露了。同时 CS 起源的早期版本也随之泄露，很多零散的代码也被黑客打包公布在了互联网上，就连 E3 展上单纯用来展示的代码也被强行融入到了游戏内。这件事让威慑士气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这些都意味着游戏之后的销量可能会受到冲击，并且引擎源代码泄露还可能让威慑被哈沃克公司控诉。于是基胖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既然游戏泄露了，那么就推翻大部分内容重新制作。在基胖的坚持下，威慑的员工们推翻了原有的部分设定，剧情上也进行了大量的修改，最后在次年3月做出了可以测试的版本。期间泄露半条命2的黑客主动出面向威慑谢罪，并且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制裁。经过了几个月的修改完善后，半条命2终于在2004年11月19日正式发售。玩家们终于盼到了那个苦苦等了五年的半条命二。虽说泄露事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但还是没有影响到半条命二正式版的销量。凭借其游戏的高质量，本作赢得了30多项年度最佳游戏的奖项。半条命二将起源引擎的优点彻底发挥了出来，游戏人物的面部表情非常生动，画面质量超前，2004年的游戏居然能够达到次时代的游戏水平，并且本作充分利用了物理效果，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游戏内的武器重力枪，在很多地方的解谜都会派上用场，这些方面又是处于业界的领先水平。当然本作人物的语音也很丰富，和半条命一样也有全球各种语言的配音，中文配音也自然不会少了。本作的国内版本由奥美电子代理发行，说实话半条命系列的中配真的很不错，至少听着很舒服。一年以后，威慑又对起源引擎进行了改进，拥有了更真实的面部捕捉系统和 HDR， 只要之前购买过半条命2的玩家都能够免费下载一个叫做半条命2失落海岸的技术演示作品，从中可以感受到引擎光影效果的进步，也为随后的半条命2第一张画质的提升埋下了伏笔。在2004年半条命2发售后，威慑就有了一个半条命2剧情三部曲的计划，目的是为了补充和完善二代的剧情。半条命2第一章的剧情其实和泄露出去的部分剧情类似，同时也采用了一些泄露出去的素材，使其能够正常的回归到游戏内。2006年六一儿童节，本作正式发售。剧情紧接着二代结尾，戈登和艾利克斯逃出即将爆炸的城堡，随后又协助了17号城市的市民离开这座城市。总的来说，剧情并不算特别长，差不多两三个小时就能通关。本作也是马克·莱德劳最后一次自己全程为半条命系列编剧，一年以后发布的半条命第二章则是由他领导另外两位成员负责编剧。与第一章的场景恰好相反，本作的地点选择了在城外广阔的森林地区，这让玩家们能够更好地感受到起源引擎在制作远景上的优点。和前作第一章一样，利用和修改了一些泄露出去的素材，并且也加入了全新设计的角色和敌人。这两部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让半条命2的剧情更加丰富。同时呢，也为了展示威慑自家起源引擎经历了不断优化后的强大。半条命2第二章发售一年后，玩家们原本以为基胖终于会数三了，那个大于2小于4的章节肯定会很快发布的吧，但谁能想到半条命2第三章的消息就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威慑整了个半条命系列的延伸作品传送门系列，并且在随后的几年里又出了两部作品，甚至有更异想天开的玩家认为基胖取消第三章的计划是为了给玩家们带来更让人兴奋的半条命3。几年后这个传言也不攻自破。在说下一部作品前，我们还是来聊一下半条命2的模组吧。即使威慑经历了泄露事件的打击，但他们还是非常喜欢和玩家们互动的。
对于给游戏制作模组的 modder 们，威慑并不吝啬，在2005年开放了 Valve 开发者社区，吸引了大量的 modder 加入其中。起源引擎也是一个开源的引擎，这让玩家们制作模组更加容易。此外，泄露出来的一些素材也被玩家们利用，使其在模组里得到重生。同样，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模组成为了全新的一款游戏，在 Steam 上单独发售，比如说寂寞的和民间重置的半条命一、黑山起源等等。时间回到正轨，玩家们等半条命的新作一年又一年，可是啥也没有等出来。直到2019年11月12日，威慑突然公开半条命系列最新作 Alex 的消息，令玩家们大吃一惊。谁都没有想到，等来的不是半条命2第三章，更不是半条命3，而是一款需要 VR 的全新大作半条命 Alex。 这是自半条命2第二章发售后12年来唯一一款官方发布的半条命系列作品，也是半条命2发售后15年唯一一款完整的新作品。至于制作期间官方没有公布本作任何相关消息的原因，还是因为泄露事件给威慑留下的阴影，所以本作是全程保密开发的。半条命 Alex 采用的引擎是威慑自家全新的引擎起源2。在半条命2第二章发布之后，威慑也又开始寻找起了引擎的继任者。经过了几年的开发，在2010年创建了新引擎的第一个技术演示，到了2014年正式完成，并且通过 Dota 2创意工坊把该引擎提供给大众。起源2在诸多地方都有所突破，并且威慑还选择了摆脱对 Havok 物理引擎的依赖，改为了威慑自研的 Rubicon 物理引擎，在物理小线效果上也有了新的突破。2020年3月23日本作正式发售后，我们还能感受到威慑巧妙地将 VR 与起源2引擎相结合，游戏的代入感非常强，每一个场景每一处细节都做到了极致，游戏的剧情也引人入胜。按照时间线来排序，本作是在半条命2剧情发生的5年前，主角也不再是大家熟悉的那个举起撬棍的戈登·弗里曼，而是19岁的艾利克斯·万斯。玩家将通过他的视角看到5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切。本作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有重力枪的前身重力手套，那种爽感是语言无法描述的。玩家们对本作的评价非常高，即使本作是一款市场非常小众的 VR 游戏，在游戏预告片发布的24小时内点击量却超过了10万次。在游戏发售期间，哪怕有新冠的阻挠，也抵挡不了玩家们购买本作的热情，销量甚至超过了威慑的预期。 Metacritic 给本作93分的评价，成为了2020年 PC 平台上分数最高的作品。该作的成功还带动了许多 VR 设备的销量，这点足以可见它是多么受欢迎。无论是半条命一的简单尝试，还是半条命二的突破，或是 Alex 的划时代的表现，都是每一个威慑员工付出的结果。半条命系列可以说是引领了 FPS 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如果没有该系列，不知道 FPS 游戏又需要再花多少年的时间才能取得如今的辉煌。半条命 Alex 又一次成为了教科书般的作品，威慑告诉了别的开发商， FPS 游戏还能在 VR 下这样呈现在玩家们的眼前。好了啊，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多亏这次有端午节和中考假，让我6月份能够再更新一期视频，完成了我2019年时的梦想。好了，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不妨一键三连或者点个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